吃饭啦！慢点，坐着吃啊！我慢点就来不及了，让我亲一口。我上班去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把垃圾给带下去。妈，都快把井棚弄脏了。<笑>这孩子，哎，站住！别追了，别跑！ 行，我再给你找个梯子爬。大哥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偷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等你偷到了，我再逮你？走吧，老老实实的跟我去趟派出所。 撞翻水果摊儿，踩坏苹果半箱，水蜜桃一箱，鸡蛋。哎，所长，那水果摊哪来的鸡蛋啊？也许他知道会有人去采他的摊儿，所以故意买了一箱鸡蛋等着你去采呢。哼，我知道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刚从警校毕业。 很想干出一番成绩来。报告所长，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不管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全力以赴。那也要讲究个方式方法。你在警校没学过吗？报告所长，我只是尽心尽力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得更好。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？你不就是成天想当那个刑警队去吗？当刑警是我从小的梦想。哼，好，有梦想好。 那你就为自己的目标坚持下去，好好的在这儿干出点成绩来，不然呐，你更没机会。我们是基层民警，成天和老百姓打交道，你明白吗？你是为他们服务的，不是给他们捣乱的。所长您放心，以后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去，把衣服。 拾掇干净，好好的跟那几个受损失的商户赔礼道歉。回来以后，好好的给我写份检查。是。当社区民警，玩出这么多名堂来，去吧。
在那想什么呢你？每天待在那个派出所里，碰到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偶尔能抓到个小偷小摸，哎，有个持刀抢劫的就算大了。都快成居委会了，我可不想窝在这儿一辈子。哎，哎，帅哥，哎，来来，美女，买个发卡送个女朋友吧，啊，特别适合，5块钱一个，8块钱两个。我说你还是不是朋友？是不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朋友？我现在混这么惨，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？我非常非常同情你，可是你别摔我东西行吗？5块钱一个，特别贵。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惨，非常的不开心。你当不了刑警，报不了大案，出不了风头。可是你想过我没有？我们两个一块儿读书，考到警校，我落榜了，连工作都没有。我现在每天白天，我还要到处找工作，晚上呢，我还得在这儿来摆地摊儿。你到我这就别喊惨了，还摔我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东西很贵的，5块钱一个，5块钱，大哥。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不就是5块钱一个破发卡吗？哎，哎，美女，哎，来来来，美女发卡，挺便宜的。5块钱一个，你便宜吧？5块钱呀！我跟你说啊，照着你啊，一定得发光。我也会发光的，我不会一辈子这样。我一定要当个刑警。不是，美女。唐鹏飞，男，35岁。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飞虎帮首脑，通缉令编号20101号。唐鹏飞此人极度危险，持有仿制手枪，他连续2次逃脱打击，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再次逃脱。哎，宁峰，你又在画胡子？我这是模拟唐鹏飞易容后的样子。你还挺认真的。你知道我是今天出动1000名警察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碰到唐鹏飞的几率是1/1000。我说，你放轻松点。你瞧，咱们这么大的阵势，唐鹏飞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在咱们的辖区出现。好了，该轮到咱们了吧？走，走。我们一会儿去那边。好。你查辆空车干嘛呀？刚才我看到有个人下车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怎么了？你好，问一下。哎，刚才那个人到目的地下车了吗？没有，他看见刚才前面有人检查，要我赶紧停车，然后钱都没有找就走了。哎，看，是这个人吗？不太像，刚才那个人戴着帽子，还留着胡子呢。那这个呢？有点像。哎，对了，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没错。他目的地是哪？姜威大厦。姜威大厦离这儿不算远，步行20分钟。那我先去报告首长。好。来。
给你。哦，还有，给他做份笔录。嗯。还指挥起我来了。刚刚发现唐鹏飞的行踪。好的，稍等我。在哪里发现的？唐鹏飞在曙光街盘查点前下车，正步行向姜维大厦方向前去。当地派出所已经开始在周围布控，还有一位民警在悄悄跟踪他。特警大队什么时候到啊？特警突击大队3个中队在附近执勤，10分钟就可以赶到。好，通知特警大队立刻前往抓捕。是。跟踪唐鹏飞的那个民警可以联系上吗？可以，他带了对讲机。唐鹏飞凶狠狡诈，通知他千万不要擅自行动。是。还是我来跟他说，跟踪他的民警叫什么名字？宁峰。宁峰。好。宁峰，听到请回答。是，我是宁峰。我是市局局长梁汉雄。梁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直接听从我的指挥。是，报告你的位置。我现在在会员路，前方20米就是唐鹏飞。现在离姜维大厦还有15分钟的路。还有，他的右手一直插在兜里，很有可能带着枪。好，注意隐蔽，不要被他发现。没问题，我借了一件外套，估计不会那么快被发现。你只负责盯住他，千万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。特警队马上就到。是。把桂云路一带的监控视频调出来。你们过来一下，马上在白云街和桂云路的交汇处实行交通管制，控制车辆行人进入，避免抓捕时可能对群众产生的伤害。唐鹏飞身负多个大案，要尽量活捉。不过要是他负隅顽抗，对群众的生命造成重大威胁时，可以当场击毙。是。他插翅也难逃。宁峰，你盯住他。除了桂圆路，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是。
下来了，他很可能发现了我。你继续往前走，不要放慢速度。唐鹏飞的反侦察能力果然很强啊。局长放心，他现在想逃已经晚了。好，通知他们立即收网。是。东幺五，东幺五，收到，请回答。立即抓捕，立即抓捕。收到。快。开枪！如果嫌犯有可疑行动的话，你们可以立刻开枪。是。陆大队，我们来了。郑队长，你要尽力说服唐鹏飞投降。明白。这次可能是你在特警队最后一次任务，千万要小心。我明白。人员穿着防弹服，只会让犯罪嫌疑人造成心理上的压力，反而不利于谈判。我知道夏姐，但唐鹏飞是个极度危险的人。我知道。不要啊，不要！各小队注意，警戒目标，等待指示。蹲在花坛里的那个人是谁？他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，一路跟踪罪犯来到了这里。那个位置既隐蔽，离嫌犯又近，如果有情况的话还可以第一时间冲过去。不过不是我们自己的人，可惜啊。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藏在那里了，如果现在派人去换他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立即想办法跟这个民警联系上，让他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干扰我们的行动。明白。谈判专家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滚开！不需要什么专家。我不仅来帮你，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我到这儿，只是想所有人都安全，包括你。我手里捏着这么多条命案，你们巴不得我死。
得过今天，也活不过明天。知道你自己死定了，为什么还要挟持人质？说明你还有求生的欲望，你还不想死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你是个警察，你怎么可能帮我？怎么可能帮我？你怎么可能帮我？怎么可能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你是希望能够平安地离开这儿，我也希望我的人质还有所有人都能够平安无事。我们各取所需，等价交换。怎么交换？我说服我们的领导，让你离开这儿。等你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后，再用一个安全的方式把人质给放了。哪会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以为我是小孩儿？当然不会有这么好。我会派着一辆车跟着你，不过我们会和你的车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别想骗我！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可以一枪崩了你？你要是把我打死了，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行，我相信你。你记住，你要让我安全，我自然会放了这个女人。让他们把路让开。好啊，我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的领导。十分钟。十分钟怎么够？30分钟吧。我不仅要请示现场的领导，还要请示市局领导。30分钟吧。15分钟。你只有15分钟。20分钟怎么样？你想想，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这么大的动静，领导得开会讨论一下才能做决定。20分钟吧。15分钟。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15分钟，1分钟都不能多。15分钟，我答应你，15分钟。等我消息。林峰，我是特警突击大队1中队队长徐德胜。你不要说话，听我说。如果罪犯知道你躲在那里，有可能对你、对人质做出不利的事情，也会打乱我们的行动计划。所以，请你安静地待在那里，等待我们完成这次任务。明白的话，就把头低下来。小姐，谢谢。啊，陆队，陆队，辛苦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争取了15分钟的时间，嫌犯目前的情况已经稳定。他已经把求生的希望放在了我身上。你确定吗？是的。唐鹏飞现在已经在给我讨价还价了。嗯，我想他不会放过这最后的求生机会。报告陆大队，我已经跟那名民警联系上了。我已让他隐蔽好，他不会干扰我们的行动。很好，等一会儿你配合正队抓住时机，适时展开行动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机会只有一次，绝对不能失手。明白。你们也准备一下。是是。正队，林夕，我走以后，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。你又要参与研究反恐战术，又要负责危机谈判。不过这两样都是你的强项，我知道，你一定行。是。
准备行动。说好了，我们大队长正在给领导做工作，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，可能会有些别的要求。啊，不过你相信我，人质的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。现在还有点时间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我刚才一直在想，终于想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想放我走，我差点上了你的当。你相信我，我一直都在想办法让两边都满意。唐鹏飞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就算你想把我打死，你也跑不了。我现在不会打死你，你的命比他值钱。你是想拿我当人质？没错。你们这些警察给我听着，我数到三，给我让路，不然我一枪崩了他。狙击手准备。行动。小伙子，啊，你这样太冒险了。谢谢。郑队，我没事了。嗯，走吧。嗯。谢谢你，不过郑队说的对。这样做太冒险了。他也在冒险啊。我们是特警，所有的状况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不会去做无谓的冒险。走。徐队，辛苦了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走了。这下你可抢了我的头功了。我可没想抢你功啊，我这就是条件反射啊。不错，是块当特警的好料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加入特警队吗？哎，你们特警不要打我的人的主意啊，他可是我们所里最好的片警啊。所长，我没听错吧？啊，局长，这是宁峰，局长好。嗯，一个管断民警，在关键时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
不顾个人安危，用生命诠释忠诚，这种舍生忘死的英勇行为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啊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嗯，说得好。听党委将为抓获唐鹏飞行动的民警记功。看来你要记头功了。谢谢局长。真没想到一个基层的派出所能出这样的人才。啊，人才不重用太可惜了。小伙子，有没有什么想法呀？啊，局长，我觉得他去特警队最合适。嗯，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小伙子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服从领导安排。嗯，公安特警是人民警察的尖兵，是我们公安队伍这几年重点建设的警种，希望你在特警队再立新功。是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我曾经说过，要想说服对方，就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，判断他们的思维方式，才能真正知道他们需要什么。嗯，我记住了。该说的我可都说了，你现在最缺少的呢，就是实战的经验。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推荐你做谈判专家的岗位吗？为什么？你在国外学习过反恐技术和战术，就算是无法说服对方，你也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运用手段解决危机。嗯，谈判的技巧还有反恐的战术，如果相结合的话，一定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。嗯，夏姐，你这次去公安部举办的危机谈判训练班当讲师，以后还会回来吗？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你们，不过我们国家现在缺少一个完善的谈判体制，正是需要我的时候。希望在劫持人质的案件中，通过谈判都能够和平解决，这才是最正确的手段。我希望有更多的公安民警能够采用我的理论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霞姐，我永远支持你。谢谢你。霞姐，嗯，要走了，要走，霞姐要走啊，队长，你要走了，要走了，保重啊，哎，霞姐，一定要记得回来看我们，我会想念你们的，后会有期。为应对社会转型期的突发事件和反恐的需要，
省公安厅、市公安局按照公安部的要求，高标准、重点建设特警队伍。市特警支队不仅是一支维护地方稳定的机动警力，同时也升格成为国家级的反恐应急队伍。特警队员们个个都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精兵强将。 有来自武警反恐部队的优秀武装警察，也有来自各大体工院校的体育精英。同时，市特警支队还从公安系统内部招收了一批专业民警，充实到特警队伍中来。我看这个案子少抓紧办了。报告局长，刚才我市商业银行严湖路分行发生一起歹徒持枪抢劫案件。 光天化日之下，歹徒竟敢如此丧心病狂。有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没有？报告局长，根据现场作案手段和银行监控录像判断，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去年9/29大案中的谢贤贤。是。搜捕大队正在执行紧急任务，现在情况非常紧急，需要增援。按规定，你们两个新来的队员不应该让你们单独执行任务。不过现在我手里能派出的队员就只有你们两个人。 绝对，你放心吧。搜捕大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，后备箱里的装备必须在10点之前送到他们手里，路上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还有不到2个小时，赶快出发吧。是。没用的，没油了。这显示着还有2颗油呢。 被你说对了，油表是坏的，真的没有了。指挥中心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指挥中心，听到请回答。 前面3公里就有一个小镇，就差这么一点了。这样，你在这看好装备，我去镇上找油。哎，马成，马成，你等一下。指挥中心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 指挥中心，听得到吗？我们的车没油了。指挥中心，停车！停车！什么事儿啊？师傅您好，能不能借我点油啊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们执行任务，突然就没油了。呀，那我这儿也没油了，我带你去找油吧。先上车，先上车，谢谢啊。
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指挥中心，听得到吗？我们的车没有了。指挥中心，停车！停车！什么事儿啊？师傅您好，能不能借我点油啊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们执行任务，突然就没油了。呀，那我这儿也没油了，我带你去找油吧。先上车，先上车，谢谢啊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车没油了，能不能借点油？我们到前面镇上去。行，借油没问题，知道吧？帮助警察是应该的。好，谢谢，我去拿油桶。好。箱找不到了，就拿这个接吧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谢谢啊。师傅，你可往那儿走啊？知道。已经得手了，你说我敢要吗？老实点啊！看什么？没看什么。爬车上。
就这本事，是真没用。我说你还真打呀，我差点就被你唬住了。你知道这是演习啊？那当然了。你也太不专业了，一下就被我看出破绽了。我不专业？那当然了。你脚上这双作战靴，外面买不到吧？没想到是这个出卖了。行，没事，下次注意就行了。你呀，不光是不专业，而且呢，你演技也很差。我演技差？对啊。我好歹也是练过几年散打的，一跟你交手就知道你是专业的，而且看你拿枪的姿势，一看就是自己人。难怪你不怕我开枪呢。那当然了，就算是空包弹，离这么近也会伤到人，你肯定不敢开枪。哎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我是突击大队二中队中队长付志强。啊，中队长，中队长好。行了，别敬礼了，我都是你的俘虏了。那个中队长，把你油借我一点吧。行吗？哎，谢谢你啊。哎呀你卑鄙，居然偷袭我！这叫兵不厌诈，你刚才不还装死吗？你不是说你认输了，承认这是演习吗？只要导演不喊停，咱们就得演下去。你这演。副队，另一个已经被我们抓到。好，我把他们带回去，你们两个收拾一下。是。哎，马成。你怎么也？副队，把我手解开呗，手背在后面怪难受的。不能急，演戏啊要演就演全套嘛。先回支队，开车。别试了，解不开的啊。副队，别玩了，我们认输了。哼，你又想用我对付你的那招对付我？没用的，没用。不到支队，我是不会解开的。现在9:45，才9:45，开慢点。是。你解开了？嗯哼，拿的什么东西？没拿什么，什么没有？拿出来！真的没有？你拿不拿？哦。停车！停车！失败了，老实点。你又不是导演，导演没喊停，演习就要继续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宁峰，我命令你把我给放了。马成，找个东西把他嘴堵上。我哪有东西堵啊？等下。
宁风，你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宁风，别乱来！演习结束了，好吧？你们都过关了啊！你又不是演习导演，我才不会相信你呢！我都成你们的俘虏了，而且你们的报告都是我写的，啊，我说过关就过关。你没骗我们吧？不会。好，马成，赶紧上车，咱把枪追回来。他们怎么办？甭管他们，反正又丢不了。哎哎，回来！宁风，回来！这个臭小子，把我们给放了！怎么办，副队？臭小子，真有本事啊！准备完毕，是否可以开始？开始。是。基础训练，你们已经练得很熟了。徐中队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给一中队丢脸。今天是你们第一次战术训练，成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培养在行动上的默契。开始行动。这小伙子有点猛劲儿，他叫什么？好，他叫宁峰，以前是社口街派出所的民警。哦，社口街派出所。哦，有点印象，就是去年清网行动中抓捕通缉犯唐鹏飞，还立了一等功的那个派出所民警吧？对，就是他，局长亲自推荐到我们特警队来的。啊。咱们局长也是有眼光了，这小伙子素质不错，是个当特警的好材料。前天晚上进行的应急测试演习，一下子俘虏了我们两个老队员。哦，表现得非常不错。好，是个有狠劲儿的小伙子。我看，经过这段时间的强化训练，这批新人都能成为一线的尖兵啊。李支队，您不看了？啊，下午市局还有个会。哦，你们继续吧。报告支队长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想法？好啊，林夕，你参加过公安部的培训，又到国外进修过，现在回到我们特警支队，就是希望你能提出更多的好想法，帮助我们特警队适应新形势下复杂的重大突发事件。你说吧。你有什么好想法？李支队，通过我最近对实战训练的观察分析，我发现有些地方需要改进。我拟了一份新的训练方案，希望您能够批准。哦，啊，林夕啊，是想把他所学的一切的一切，马上就能灌输给他们。啊，好啊，只要是能够提高特警的战斗力，新的训练方法嘛，
我看可以大胆尝试，你说呢，老陆？我也支持新的训练计划，不过最近的安保任务比较多，我们队的执勤任务也比较多。嗯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越是任务紧，越是要抓紧新的训练方案。嗯，这样，我先想想。林夕，你把这个事写个报告，明天交到我的办公室来。谢谢林支队。嗯。哎，罗正啊，你还是抽空多回去陪陪家里人吧，不然苏晓又要打电话找我要人了。啊。是。啊。嫂子真有意思。他竟然打电话跟支队长要人。我说了他多少次了，别给队里打电话，可越说他越这样。平时的训练工作由中队长负责，要不您还是回家多陪陪他吧。嗯，这我知道，可是没办法。我也想啊。局长，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轿车已经找到，证明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我市。火速从各分局派出所抽调警力，加强布控，绝对不能让谢贤贤逃走。是。命令特警突击大队立即出动支援。是。哎呀，你的枪真棒啊！哎，这第一次模拟训练啊，还不错。今天晚上改天教教我，我请客。那好啊，一定去。定了啊。洗澡去。一楠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林夕，我给你快发了100条短信了。对不起啊，一楠。这么多年，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你说的这三个字。对不起啊，我一会儿就下班了，马上就赶过来。要说对不起的是我，一楠，你怎么了？区队，看什么呢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认识林教官啊？刚才你的表现，他可都看在眼里了。哼，原来他就是林教官啊！跟你说啊，这个林教官可不简单，他可是咱们特警队的战术教官，还是个资深的谈判专家呢。我知道，我和他老熟人了，总得过去打个招呼吧。去吧。哎，好了，一楠，你别生气了。一楠，耐心点啊，我换件衣服就过去。嗯，快走。对不起，一楠，有任务。确定为谢先贤，目标极度凶残，并且持有仿制五四式手枪和五六式冲锋枪各一支。各小组行动时，
务必要小心。哎，马超，你在武警反恐大队的时候也真枪实弹的干过吗？马成的立功奖章已经排成一排了，你说他真枪实弹的干过吗？能换个话题吗？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谢协贤生性狡诈，反侦查能力极强，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锁定的他的住所。不过他把所有的门窗早已加固了，需要你们特警队进行强攻才行。就在三楼，所有门窗全部焊死了，钢筋是直接焊接在墙体里的，这样从窗户很难进去，只能从正门突破了。现在小区的居民全部已经被我们疏散了，可以展开行动。5分钟以后，马上开始行动。是。不过，谢贤贤作案时的枪支还带在身上，房间里有没有同伙，我们还不知道。杨队长放心。小王，把房型图拿过来。这是房间的房型图。啊，谢谢。有了这个房型图，就更方便我们行动了。各小组都过来。这是这里的房间户型图，你们看清楚了。按四人战术小组 ，A、B 组同时进攻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行动。是是。你去车上负责监视。是。A 组上。呼叫动动物，屋里没有炸药成分，可以引爆装置。室内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。动幺幺，再仔细搜索一遍，我和姚队马上上来。明白。大家再仔细搜查。是。
发现他汽车以后一路追踪过来，根本没发现他出过小区啊！也许他作案以后根本就没有回来过。好，我马上报告指挥部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。这个窗户全用钢筋加固了，没有炸药还真打不开。这个谢先贤应该是个很有经验的电焊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徐队，你看，这些电焊工具都是专业的。还有窗外的防盗网焊点也很专业，如果没有多年经验，根本就做不出来。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在造船厂工作过。这个你也知道？你越说越玄乎了。还真把自己当福尔摩斯了，不是，我只是通过现场的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。这附近有很多小型造船厂，像他这样的人，造船厂很需要。陆大队，在现场只发现了几颗微冲子弹，没有发现赃款和枪支。抢劫案现场发现的子弹和这些子弹是一个批次的，看来谢谢贤作案前后肯定在这里待过。狡兔三窟，他一定早有准备，另有藏身之地。谢谢贤不是本市人，又没有太多的朋友，可藏身的地方也不多，看来要抓他并非易事。罪犯应该是在不久前才放弃这个地方，我们只是晚来了一步而已。宁峰，在杨大队长这个刑侦高手面前说话要谨慎。你看，这个小区临近街道，应该有很多灰尘，而他家却没有。据我估计，他离开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天。而且，刚才我搜查衣柜，没有发现他的生活用品。如果他发现警察包围了这里才仓促离开的话，他不会带走这么多的生活用品，所以他的离开是有预谋的。据我估计，准确地说，他的离开是在今天凌晨。而且他是逃到马鞍山上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您看，您看。斜缝里的松子只有山上才有，而这附近只有一座马鞍山。他既然逃去了马鞍山，为什么还要把鞋留在这儿啊？您看，我帮您分析一下，对不对？9月27日下午，犯罪嫌疑人抢劫得手后，他首先把车开进了马鞍山。如果我没有预料错的话，车上还有一个装钱的铁箱子。铁箱子？我在这个屋里发现了他做铁箱用的材料。犯罪嫌疑人把抢回来的钱放在了铁箱子里，然后把它埋在了马鞍山某处。谢先贤在回来的路上扔掉了作案时用的车辆，把装钱的提包扔在了车上，打算制造潜逃外地的假象。马鞍山风景区一期工程近日即将动工，预计将在2012年12月完工。谢先贤打算躲在家中，等风声过后再去取钱。他时刻通过电视新闻关注外界。谢先贤从新闻中得知，马鞍山将建旅游景点，害怕自己埋在马鞍山的赃款被发现，于是他冒险出了趟门。
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和户外用品，顺便他也给自己买了一双新鞋。您看，谢先贤买了鱼饵、鱼钩和鱼线，即使邻居看到，也以为他是早起钓鱼，所以他这么精心准备，肯定是从江边上山了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杨队，我是市特警大队一中队的宁峰。你们特警大队还有这样的人才啊！来，大伙儿过来。滨江小区有一侧门，侧门出去就到江边，沿着江边往前走，就有公路，可以直达马鞍山。行啊，说的不错啊，我都快被你说懵了，你干脆去跟杨大队干得了。赵朝阳，别瞎说。其实我觉得当特警挺好。动动腰，动动腰。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，经过搜查，他可能逃到马鞍山去了。动动武明白，我跟你们一起去马鞍山吧。好，马上展开行动，前往马鞍山，快！是。马鞍山在这儿，大家注意看啊！到达目的地之后，我们就按这条线路上山搜索。好，各行动小组注意，马上开始行动。是是，行动。陆大队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谢先贤会在离江边近的地方，为什么还要调那么多的警力上山呢？谢先贤这个人，他生性多疑，处事谨慎。他如果在江边躲藏的话，他就完全无法得知背山一面的情况。而且江面水声风声也很大，要是等听到动静再逃走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所以，他肯定会选择一个方便观察周围环境，而且又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等到天黑再准备下山。嗯，您要是不说，我还真是没想到。所以说，你还是没有经验吗？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我要是不来的话，这些经验我又怎么掌握呢？我就知道你会憋个套子让我钻。各行动小组注意，马上向江边出发。就从这个方向啊，你们两个组包抄过去，仔细搜查，一定要仔细啊。是。在那边。走。陆大队，您看这批新特警素质真不错。是啊，特别是那个宁峰，他能够根据现场发现的线索迅速做出推理和判断，实在是难得。你看刑警大队的杨大队长，就像看宝贝一样，一直盯着他看，肯定是想把你们挖过去。其实这个宁峰啊，他也确实适合去刑警队。他要是留在我们突击大队，指不定哪天他还得给我惹出什么麻烦事儿。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么有个性的人。您是心里舍不得，嘴里不说而已，对吗？谢先贤肯定在江边。哎，我说你小子又想出风头啊啊！赵朝阳，不要说话，注意搜索。是。
你什么时候这么会琢磨人心思？心理专家没这两下子怎么行啊？ 大家注意警戒，烟里边还是干的，看来是不久前扔下的。 谢谢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这个印子肯定是装钱的铁箱子留下的。徐中队，这里发现一个包。 发现咱们溜了，我觉得不会。如果他发现我们上山，怎么会把东西藏好？而且拿着这么重的钱箱子，怎么可能跑得远呢？东东五 ，A 组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。动11 ，A 组留在原地搜索。A 组附近各小组注意，马上向 A 组靠拢，嫌疑现场可能就在附近。 快！快！东东五，指挥中心已命令，所有参战单位封锁马鞍山和沿江，特警务必紧盯目标，将其缉拿归案。东东五明白，你留在这儿负责联络，我带机动队去支援。是。抓紧时间吧，各行动小组注意，马上向马鞍山江边合围。
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困在船上，是否需要强攻？明白。宁峰，找长英。是。齐先生，放下武器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停止抵抗。最近工作挺忙的，再说老何你的休息时间对不上，这你也是知道的。我觉得你和我在一起不开心。西西，公司安排我去南非负责一个项目。要去多久？一年吧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也许分开一段时间也好。西西，这个送给你。无缘无故的送什么礼物？这是我托一个客户替我定制的。这上面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也许它就是一种装饰。帮我带上它好吗？在这儿，算了。我看，还是不要了吧。要不，我先走了。
你不是回家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就回来了。跟男朋友吵架了呀？啊，没，没有。就你这样还想骗我呀？怎么了？就是有点不开心的事儿。你总是从别人的话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可是有时候自己也得找一个人好好的倾诉一下呀。梅姐，我虽然擅长谈判，知道怎么样打开人的心扉，但是面对疑难，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能感觉他的心在一点一点的向我关闭着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会直接问他个清楚。我试过，没用。哎，这项链好特别呀，是他送给你的吗？是的。前几天一楠送我的。你看吧，他出差都不忘给你带礼物，我看是你想多了。哪像我们家徐德胜，从谈恋爱到现在就没有送过我任何东西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情调。可你们还是那么恩爱啊。他能送你项链，说明心里是有你的。哎，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怡南想跟我说的话吧。好啦，别多想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小伙子们打球，只当是散散心。不了，我正好要去陆大队那里。这场球可是为你打的。啊？为什么是为我打的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刚入队的时候，差点把臭袜子塞到老傅嘴里。这个仇啊，他迟早是要报的。宁峰，你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宁峰，宁峰，别乱来啊！他怎么还记着呀？这个事啊，全支队的人都知道了，所以啊，他一定会找机会扳回这个面子。这场球，我们是绝对不能输的。记住，一中队就是比二中队强。加油！哦。谢谢您来医院亲自接我，不过我在医院憋的确实时间太长，我正想试试这身子骨还够不够灵活呢。身体还在恢复中，记住只许看不许上。是。你这是犯规。我的球投来，传给我。你和他去联防，快点，快，防守，快快快，传给我，防着他，住他，跟住他，给我，别让他传球。哎，接住。杨帅，走走，不行，快一点！你们这是打比赛？是啊。哎，你的伤好了，早就没事了。呀，没事吧，宁峰？哎呀，犯规！快起
小子也太能了！快，不要跟他抢！他叫什么？跟上！宁峰，哦，他就是宁峰啊！传给我，怪不得呢，傅志强一直盯着他。哎，宁峰，姐，快抓篮板！来呀，咱们继续打。哎，宁峰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中队的张立东，排爆高手，刚从医院回来。哦，你下来歇会儿，我替你。哎，你们几个，我不累。你不累，我看你打球我累，等学会打球再上来。说什么啊？快点！啊，走了，来，继续，接着打。哎，断了啊！立冬回来了，你上，我下，好嘞，谢谢啊！快，防守！来，球给我，接住！哎，好的，抢漂亮！哎，拦住他呀！拦住他！别让他上来！上了球场就应该忘记一切，只要记住自己是个雄性动物就行。打球就是要狠，只有狠才能赢。记住了，跑位，哦，拦住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设计的一套战术改良方案，主要适用于建筑、街区、空旷地和山林的搜索和战术进攻。铁拳小组训练计划。铁拳，好名字，很符合我们特警突击大队的特性，看来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是早有准备，以前的战术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采用不同人数组成的小组，战术上不够灵活，而我这一套我在人数上做了优化，可以适应各种环境。一种方案怎么可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？这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？陆大队，这不是异想天开。我已经反复看了我们的训练视频，而且还结合了最近这几年全国各地处置突发重大案件的经验教训，是我经过分析后才设计出来的。原来你下了这么多功夫。我发现，如果以六人小组为基础的话，只要在武器和战术上做一些调整，就可以达到八人的作战力。相比四人小组，只是增加了两名成员，不会造成小组臃肿。而且在特殊的情况下，六人小组又可以分成两个三人小组，效率上也会提高很多。你说的的确有点道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每一种战术安排都是经过实战检验过的，并不是根据一些数据来推算出来的。我知道您总是觉得我只懂理论没有实战经验，在你们面前没有资格提出自己的想法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
我只是觉得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一下就行了，没有必要推翻。我觉得很有必要。按我的理解，如果将来任务出现了新的情况，环境全变了，那是不是又要重新设计一套方案来适应？现在的战术在队员们的意识层里面，它非常被动，拥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，在各种突发情况下都能应付自如，这才是特警作战的正确理念。你总是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对不起，我有点激动。我知道你在国外经过了一年的反恐训练，想急于展现自己，你的这种冲劲是好的，我也应该支持你。其实李指挥也很支持新的训练计划的，昨天我们的支队党委会开会已经决定，准备从特警突击队里抽调优秀的突击队员来配合你的新战术训练。真的？嗯，太好了。说吧，你打算要哪个中队配合你啊？就一中队吧。你的胃口真是越来越大了啊。我知道一中队是你的宝贝。人们都说特警是公安队伍中的尖兵，而突击大队又是特警中的尖刀，我这一中队是尖刀上的尖刃。陆大队，我只需要一中队的六个人来参加这个训练，不会影响您一中队的正常工作。好，我就让一中队配合你。你说吧，准备要哪几个人？名单我都准备好了。你挑的可全是我们一中队的精英啊。哎，你这只有五个人啊，那第六个人呢？第六个我想用一个观察力强、灵活、机动的队员，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。您对这些队员比较了解，我想听听您的建议。就宁峰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宁峰？嗯，您觉得他合适吗？这个小子虽然有点刺头，不过也确实是块好材料，要不然徐德胜也不会把他要到一中队。我相信老徐的眼光。宁峰，我之前确实观察过他，他也确实比较合适，不过他有点缺乏战术经验。参加几次行动，什么经验都有了，这不是问题。好，那就听您的，就他了。嗯，林夕，人员也都定下来了，抓紧时间开始。这项计划能不能适用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你要用事实来证明。是，谢谢陆大队。起立，大家坐。一中队这个月的训练计划需要做一下调整，林教官有一套新的战术方案，你们要尽快把我们当实验品和熟练运用这套新的战略战术。下面请林教官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新战术的基本要求。是，这套战术采用的是六人小组。六人小组的战术我们本身也有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这套战术是在原有的六人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，这样安排可以适应将来各种环境下的突发事件。六人小组成员要固定搭配，各自发挥所长，如果大家能够很快地掌握这种新战术，足以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状况，我有这个信心。谢谢。在这个小组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人员分配。一个战术小组就应该像一个无坚不摧的铁拳，所以我将其称之为铁拳小组训练计划。咱们可是六个人，六根指头啊。那五个手指下面是什么？手掌啊。对，五根手指在手掌的控制下各自收缩自如，你们的组长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。再看大拇指，它虽然最短，但是力量最大，它相当于我们小组中的攻击手，所有的清障、破拆、攻坚都由它来完成。
食指是使用最频繁的手指，他的任务应该由一个技术全面的突击手来担任。中指和无名指联系的最紧密，同时又是五根手指中最长的两根手指，那肯定就是狙击手呗，还有观察员，远距离打击。不错。至于小拇指，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需要一个最机智、最灵活的突击手。这就是我对这个战术小组在成员搭配上的解释。说得好。林教官这么一解释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？下面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装备上的调整。小组成员由组长、突击手、攻击手和狙击手组成。狙击手携带高精狙击步枪，攻击手要按任务性质携带散弹枪和破拆工具，其他人员携带95式突击步枪。进。说真的，陆征，你有没有想过调回市局去啊？林支队，您这是从何说起啊？你那个记者夫人神通广大，你再这样老加班，她可说了，要去找粮局，直接将你调到家门口的分局去。什么？哎，坐坐坐坐坐。您说他这不是胡闹吗？坐下，别着急。我说了，训练计划这种事啊，按部就班就行了，不用总盯在这里嘛。好了，再给你个任务。是，以后啊，按时下班，正常轮休，不许再加班了。这，我说了，这是任务。是。嗯。宁宁，别看了，来，过来吃饭，快点。我就在这里吃，在客厅怎么吃啊？在奶奶家就是这样吃的，还可以看电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在客厅吃饭不行啊！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，在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，对消化不好。动画片还没完呢，我看完了再吃。这孩子这么不听话的，一会儿菜都凉了，快过来。哎呀，你烦死了，吵得我都听不见了。你这孩子，谁把你惯成这毛病了啊？拿过来。你再不听话，我打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听话，是爸爸不好，不哭了啊。来，听爸爸话啊，咱们吃完了，爸爸陪你一起看，好不好？来。听爸爸话啊！来，吃饭。宁宁，你怎么不吃青菜啊？来，吃点青椒。你干嘛把菜扔出去啊？青椒是辣的。青椒辣，吃这个，这个不辣。嗯，来。你怎么鸡蛋也不吃啊？我不喜欢吃炒鸡蛋，我要吃荷包蛋。你怎么这么挑食啊？啊？我回来了。哟，宝贝儿，怎么了？啊，谁欺负你了？
楚晓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女儿现在是越来越不听话了？什么你女儿我女儿的？她就不是你女儿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是，她当然是我女儿了。你知道咱们女儿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吗？青椒、辣的，她不吃；鸡蛋、炒的，她不吃。那你怪谁呀？我没怪你，但是我一定抽空跟咱爸妈说一声。 不能什么事情都任由孩子的性子吧，这不把孩子惯坏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跟咱爸咱妈说这事儿，他们辛辛苦苦把你带大，到最后你都问起罪来了，他们心里会怎么想？好，好，我不说了，孩子你来管，啊。妮妮，咱们看电视好不好啊？嗯。啊，来，走了，咱们看电视啦。 你要看哪个台呀？妈妈给你找还是你自己找？自己找啊。苏晓，你过来一下。干嘛呀？自己玩啊。苏晓。 是吧？我不饿，随便吃点就行。我把菜热一下。陆大队，您来检查工作。怎么样？他们配合的还可以吧？还行，就是有几个老队员表现得不太积极。他们心里有点不服你。我知道。 只有让他们看到真正的成果，他们才能相信。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了？还在练习战术配合。陆大队，我想给他们来一次真格的。啊？真格的？请指示。稍息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今天把二中队请过来，是为了增加训练的难度。今天进行实战演习，二中队将要扮演恐怖分子。陆队，要对着干啊！怎么怕了？要不要我们让着你啊？啊！哼，放马过来。付志强，到。把你的人带进去，准备开始吧。是。 二中队人数上占优势，你觉得你这个六人战术小组有胜算吗？二中队一直和一中队较着劲儿，一中队输了更好，可以激发他们的斗志。原来你没打算让他们赢啊？我当然想他们赢，赢了不就证明
我的战术是正确的吗？你这算盘打的啊，结果全在你的预期范围之内，你可是双赢啊。李支队，听说你们的新战术演练开始了。您来的正好，这次的演习是由二中队来扮演恐怖分子。我就是听说了这个，所以才专门过来看看的。李支队，这次训练不是以成绩为目的的。哎，小林啊，你不用着急，我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，你让他们自由发挥吧。这六个人里边，有两个是新队员吧？是。新战术对人员要求很高，主要是人员和装备上的搭配。他们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。嗯，看得出来啊，你在这上面花了不少的心思。上。派出所来的，啊，不错嘛，没拖我们后腿。最后几个交给我。好，这新战术才初露锋芒，二中队就有点挡不住了啊。李支队，这才刚刚开始，他们还会有进步的。刘征啊，去再给他们增加点难度。是。副中队，就剩咱们几个人了，他们一个人都没损失。瞧你干的好事儿！我怎么了？你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！啊，知道用队友来吸引火力，真有牺牲他人的精神。哼，周队，李支队，不好意思，
还是出了点意外。没事没事，这小子反应还挺快的。不过林夕啊，我们的训练一定要以实战出发，不光是要培养他们的战术和单兵作战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他们的团队合作和纪律性的培养。是。宁峰、张立东，出来！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气弹打的。回答问题前要先喊报告。报告，气弹打的。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中弹了。回答问题前要先喊报告。报告，他中弹了。为什么会中弹？报告，因为我的失误导致队友中弹。你为什么会失误？报告，因为我没有按照战术计划执行。你为什么不按计划来？我回答不出，就证明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。你不配留在特警队。造成队友的牺牲，如果这是在战场，我就可以送你去军事法庭。宁峰，赶快认错。报告，说。我知道错了。有话就说。我知道错了。如果这是在战场上，你的战友就死在你的面前，他会原谅你吗？他的家人，他的亲属会原谅你吗？你的战友会原谅你吗？你自己会原谅你自己吗？不会。给我写5000字的思想检查报告。是，一定要深刻。全体解散。宁峰，徐中队，对不起。犯过错误，人才会成长。我相信你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嗯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当初在派出所的时候是被所长骂打的。可我看你，眼泪都快被骂出来了。那我要不弄点眼泪出来，陆大队能放过我吗？我就知道你是个机灵鬼。不过许中队，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。错在哪儿了？我不该那么冲动。不光是这个，我看出来了，你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性格。你这么急于表现，就是想证明你不比他们差。5个手指头如果都一样长一样粗，那还叫手吗？林教官叫你参加这个作战小组，是看中了你的作战能力。你可贵的特点，他们通过训练，也不见得会拥有。而他们比你厉害的身手呢，你可以通过努力的训练来获得。你既然有这种本事，干嘛要急着去表现呢？就像这个茶杯，我老婆一直跟他过不去，嫌他太脏。里面有茶垢，可我不这么认为。你看，正是因为里面有了茶垢，
所以就算倒清水进去，它也会有茶香，何必要费时清洗它呢？徐中队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我知道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好了，明天就要休息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不过你要把那5000字的思想报告写完才可以走。是。我说你能不能休息一会儿？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你给自己找那么多事儿。哎，坐这休息一会儿行吗？我一直忙到现在，你就不知道搭把手，还好意思看电视？是你说我干活一直敷衍，对我不放心。你看那地，我刚擦过一遍，你又擦一遍，这样还不如不干呢。哎，你就不能搭把手什么的？我说你啊，你就是一典型的鼠标型男人。鼠标型男人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拖着拽着，还时不时点一下你才能干点活。所以就人家说呀，这男人婚后就变懒，女人婚后啊就像我这样，黄脸婆一个。哼，你啊，就典型的 QQ 型女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说话，10句话有9句话是废话。哎，我说徐德胜，你今天是不是想跟我吵架呀？